请掀开经本第六页啊，第六页，看这个下面的页序啊，第六页第四行，这一段是解释经题啊。第二，次是名者，这个名就是经名，解释经名。今年佛说无量寿观经一卷，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详细。我们这次印的这个经本印的很多，同学们有需要的话可以从柜台上请一本带回家去啊，平常在家里可以看可以读，那么讲经的时候来听啊。能够看得明白的我们都不说了啊，就省一点事情啊。要跟诸位说的呢，大概就是此地注解里头没有注到的啊，必须要跟诸位报告。这个地方的佛跟无量寿经那个佛说，阿弥陀经也是个佛说啊，这个净土三经啊，经题前面都有个佛说。那么这个佛不仅仅是指释迦牟尼佛啊，如果单单是指释迦牟尼佛，跟其他一切大乘经没有什么两样了。这个说的意思非常之广泛，是一切诸佛都说啊，所以这个佛说是一切诸佛啊，教化众生没有不说净土三经的啊，这个意思诸位要特别的记住啊。那么换句话说，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要说这部经，都喜欢说这部经？实在是因为这一个经这一个法门确确实实能够普度众生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如果遇到这个法门，通通都能得度。不但能得度，而且是平等得度，这个法门就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这一切佛必定要说啊，佛不跟众生说这个法门，他慈悲就不圆满。第二个说这个字在第七面啊，第七面第一行第一个字啊，说这。那么这个说，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最好，可以说是自古以来祖师大德没有说过的啊。那么这个说法也是专对净宗经论啊，就是净土三经而说的。他老人家说是众生成佛基础，为说此法，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
啊，这个是要解里面解释这个说字，这个说的太好了，太圆满了。啊，是众生呢成佛的机会到了。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一生现在成佛的机会来了，这个因缘真的稀有啊，真的难逢啊！啊，我们过去生中啊，无量劫以来，哪里会能碰到这个机会呢？啊，碰到一个证须陀洹的机会就不得了了，啊，证阿罗汉的机会那还得了吗？啊，哪一个人敢想成佛呢？啊，我们没有想成佛，也不敢想成佛，但是成佛的机会呀，是偏偏到了。啊，你要能把握这个机会呢，那就恭喜你，你这一生呢，圆成佛道了。啊，唯有机会到了，佛说这个法门才管用，才真正的帮上忙了。佛要不说这个法门，我们机会到了成不了佛，我们机会没有到，佛给我们说这个法门，我们不相信啊，他也就白说了啊，必定是机感相应啊。所以这个说是常佛本怀啊，这个说有喜悦的意思，非常非常欢喜说这个法门啊，这个意思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了啊，看到佛说这个法门那种欢喜啊，真正是非常非常的稀有啊！莫难尊者一生跟佛做事者，从来没有看到佛这一天这么样的欢喜啊！这是为众生呢说这个法门啊。那么众生接受这个法门，依照这个法门修学，他一生当中必定圆满成就。所以这个法门的殊胜不是任何法门能够相比的了。这个是佛说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意思善导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没有啊，我把它补充出来。下面呢说什么呢？说无量寿啊，这个无量寿这个注解在第七面的第三行啊，无量寿是中文的意思，梵语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佛号翻成中国意思，世尊自己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啊，范围无量寿无量光。其实这个无量啊，是一切众生当人圆满的自信。无量是指的这个，不仅仅是无量的寿命啊，这个无量是真的无量，绝对不是有量的无量，是真实的无量，无量的寿命，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财意，这随念一法呢，都是无量佛。一切无量里面，我们要问哪一桩事情最要紧呢？寿命。假如说你今天呢有无量的财富，有无量的珍宝，无量的眷属，你没寿命，那么这个无量啊，不就全都落空了？所以一切无量当中啊，最要紧的一个就是要有寿命，有寿命啊，这一切无量你才能享受得到啊。假如没有寿命啊，确实这个世界一切无量无边与你都不相干了啊。所以经典的翻译啊，一切无量当中为什么翻作无量寿，道理在此地啊。所以诸位记住，绝对不是一个单纯寿命无量啊。假如单纯一个寿命无量，我们没有无量的财富，这寿命虽然长，还要受贫穷之苦，那个日子很难过啊。所以是一切无量当中啊，是以这个寿命来做一个代表啊，它也是一切无量当中最重要的一种。那么经里面跟我们说，西方世界依报正报无量的庄严，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那么小本经里面虽然说的少，但是莲池大师注解说的详细啊，藕益大师也介绍的很明白啊，本经说的也很多啊，依报正报一切无量都是我们自己信得的流露。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是凡夫，没有见性，我们虽有信德，这个信德是隐而不彰啊，彰就是明显，是隐藏起来，没有露出来呀。啊，我们虽然没露出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他老人家修得圆满，信得圆满显露，我们到那里去享他的福啊。虽然享他的福，他的福就是我们自己称心之福啊，在享他福报当中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断烦恼，破无明，证圆满的自信啊。所以这一个度化众生圆成佛道的方法，确实设法一切诸佛世界比起极乐世界都要逊色啊，没有像西方世界这么圆满啊。这个是无量寿的意思啊。那么这一段的解释，诸位自己去看的，就可以了啊，我就不必多说了。下面呢，观这个字在第十面啊，诸位翻到第十面第四行啊，第二个字。观者照也，常以静心心守，以持智
慧，智慧照彼弥陀一真等事。这个观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观照，这是修行的功夫得力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把这个修行功夫分为三等，这是第三等啊，叫观照。什么叫观照呢？此地大师给我们说的这个几句开示非常重要，是以净信心，关键在这三个字啊，净信心。就跟《金刚经》上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清净心是能照，实相是所照。我们今天没有观照的功夫啊，你问为什么没有呢？我们心不清净，因此参禅不能开悟，不但不能开悟啊，这个心实在讲啊，太粗了，妄想执着太重了，连禅定都得不到。学教教下讲的大开圆解，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不要说大开圆解，能够将经教的真实意义体会个一分两分都不容易。不但不能体会，还有不少同学听的时候把意思听错了啊，他听我讲了，我再问他，他会讲跟我讲的意思完全相反，他怎么会听错了，曲解了啊。这个这些事情呢，中国外国我常常都遇到啊。从前我还不太容易相信，听东西会把意思听错了，果然真有啊！这是什么？这是心呢、太乱了啊，太复杂了啊！所以可见这个清净心非常重要啊！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的净信心啊，信什么呢？三经里面所说的道理，所说的方法，所说的境界，所说的因果，完全不怀疑，通通都能够接受，依教奉行，这就叫净心啊，这叫净心。守在此的意思是心净心了，我们身一定做到。守是代表我们这个心到守就到啊，就是我们真的能把它做到。下面是个比喻，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
要用现代的话来说，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处世待人接物，我们用智慧，我们用理性，不用感情，这也叫关照。如果日常生活当中还动感情，你的照就没有了，就关照就没有了。诸位要晓得，关照就是理性处事待人接物，一切是理智做主啊，不用感情，这也叫关照。那么这样子，你这个功夫就得力了，初步得力，你在生活里面呢，过失就少了，所有一切过失都是发生在情执里头。你能够舍掉情执，用智慧，用理性，用客观，那就不一样了，减少许许多多的过失，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断恶修善呐、到真正功夫得力，这个断恶修善才真谈得上啊。否则的话，你断恶修善全是感情边上事情，善未必是真善。从这个基础再往上提升，就叫照住，这关照嘛。第二层就照住，这个照住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得禅定的，得定的。烦恼纵然是有，它也不起作用了，这个照住在我们净土中就是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叫念佛三昧呀。在禅宗里面就是得禅定，得到禅定，这叫照住。最上层的功夫呢叫照见。你看你们读心经啊，心经中国人都会念一开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那是他照见了，照见呢是最上乘的功夫在我们净土宗就是理心不乱在禅宗里面呢叫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是照见那么由此可知，禅宗里面讲观照照住照见三个层次，在我们净土宗里面讲功夫成片，这功夫成片跟这个观照意思一样讲四义心，讲理业心其实所证如的境界是相同的，名称不相同所以这是讲的功夫那么本经教给我们这个观呢就是修仙的方法，师尊在此地给我们讲了十六种所以这个经也称为十六观经那么十六观里面大别来分分为三大类，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那么这三种念佛哪一种属于观照？
哪一种是照柱，哪一种是照镜呢？给诸位说，任何一种里面呢，都有前身不同。我们用持名，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功夫还没有得力，那什么都谈不上。功夫得力了，这个得力是什么样子呢？是二六时钟，就是一天到晚，心里面呢只有佛，就像此地讲的，心里面呢所想的、所念的，都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就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一是心里想啊，口里念的，这个佛境界很广啊，就像大本无量寿经所说的我们想阿弥陀佛，他在因地的发心求学修行正果，发愿广度众生。我们常常想他，不知不觉这个自己就跟他一样了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想阿弥陀佛，想久了，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嘛，所以这非常重要想到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这一真庄严一真庄严，记住。正报里面报了，从初发心修行正果，一直到广度众生，都叫正报。一报里面种种设施，提供十方大众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这样美好的一个环境，这都属于一报。这个庄严寺主要是讲的这些，这个我们要懂。换句话说，说一真庄严，就是一真庄严四个字，就是全部的无量寿经乃至于我们说全部的尽宗尽论，这四个字都包括尽了。我们心里想的是这个，我们期望的是这个，我们念的是这个，把这个世间一切尘劳烦恼不知不觉的都离开了。他为什么不想他了嘛？不想他，自自然然他就远离了。这个时候，这个境界才叫做观照。也就是我们讲的功夫得力了功夫成片了，成片是这个意思，是这个境界那么有这样的功夫呢，给诸位说，这决定得生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哪一土呢？凡圣同居土这个品位也不高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功夫更进一层，你念到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是见思烦恼通通断真的断了。从断正功夫上来讲，它跟阿罗汉辟支佛是平等的，但是从智慧功德上来说，那阿罗汉辟支佛望尘莫及那不能比这个生西方世界方便有余土功夫再上一层，这是理业心不乱，那就照见了
跟心经上境界完全相同，照见五蕴皆空。世法佛法都了不可得，这个是见到法身，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分证极光净土，可见到。你用观想，用观相，用持名，任何一种念佛方法，功夫都是由浅而深，都能成就。幕后啊，是个金字，这个字在我们讲堂里面常讲，每一部经都要说，这是叫通体，凡是佛所说的都称之为经，前面佛说观无量寿佛，这是别体，经这个字是通体，但是大师在此地有几句说得很好，我们把它念一念，在第十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从第一句看起也行，能令修去之者，修是修行，去是去向，就是这个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彼即教行之因缘，这个即就是要戒，要依靠教，教在此地就是讲的经典，教科书，经典就是佛对我们的教科书。行，我们必须依照佛的教导去奉行，那么这个原因尘缘往生，成谁的愿呢？成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弥陀四十八愿帮助我们太大太大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正彼无为之法路，这句不好懂，那我们说的简单通俗一点，就是正的信德流露出来果报之路，信德流露出来的，那就是一真庄严了，是既生彼国更无所谓，到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一切恐怖颠倒妄想都没有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安的，一个人从生到死可以说是每一天呢都有忧虑，都不能安稳，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如是，生在其他世界也不例外，我们这个人间没有一天安稳，活在恐惧之中，那么其他的呢？天道、畜生道、魔鬼道、地狱道，没有例外的。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
他方诸佛国度啊，也都差不多。哪里去找一个安稳处呢？找不到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就真的找到了。尽虚空遍法界，唯独这一个安稳处啊，是我们可以得到的。诸佛的报土是安稳处，但是你要不到，不是证到这个大菩萨的果位，你得不到。像我们这样是生死凡夫，烦恼没有能力断，想找一个安稳地方，到哪里去找啊？所以尽虚空遍法界只有这一个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一处，唯独这一处，再没有第二处了。怎么知道再没有第二处呢？查遍大藏经，佛没有说还有第二处。这是我们一定要珍惜的。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以一切畏惧恐怖，常时起行，果即菩提，法身常住，彼若虚空啊！这是说明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正果容易。修行正果之高超，都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是大师在此地，这一段里面呢，给我们说的这几句，我们很受用，真的很受用。再看下面第三段。在第十页面第三行，辨摄宗旨，辨是辨别，摄是解释，那么什么叫宗？这个宗旨啊，就是修行的纲领。必须要明了，要真正的掌握我们修什么。假如有人问你们，你们是修净土宗的，念阿弥陀佛的，那你们净土宗念阿弥陀佛修的是什么呢？一定要知道。如果这个我们都说不出来，那就不能怪人家说我们是迷信呐，说我们是盲修瞎练呐，修什么不知道，这个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此地大师以很简单的这个句子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一面第五行，是此观经即以观佛三昧为宗，亦以念佛三昧为宗。这是把我们这个修学的宗旨指出来了。观佛三昧，从第一日观一直到第十五，都是属于观佛三昧。第十六观呢是念佛，十六观所说的是持
持名念佛，所以有念佛三昧为宗。啊，也就是刚才讲了，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一心回愿往生净土为体。我们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我们修行的宗旨。啊，在古德判教，啊，这个判教的意思啊，是判别这部经论啊，就这个课程应该在什么时候啊，就是排在哪一个学年、哪一个学期来教授，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佛法里面有分小乘，有分大乘，啊，它到底是属于小乘还是大乘？啊，有渐教，有顿教，有圆教，它是属于哪一个教？这个集集乎乎是所有古大德都公认的。这一本经典呢，是属于菩萨藏，是大乘佛法。啊，不是小乘，是大乘佛法当中的顿教。啊，为什么？他一生成就，不需要多生多劫的修学，啊，他是一生圆满成就，啊，他是顿超，不是渐修。这是第三段的意思。第四段呢，辩说人差别。这个经谁说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经有五种人数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佛法是很符合现代所讲的民主科学的精神。啊，他不专制，啊，他不武断，啊，佛说的称之为经，那不别人说的行不行呢？别人说的也行，只要说的这个道理是真实的，方法境界是正确的，啊，佛都承认。你说的跟我说的没两样吧？是一样的吧？我这个称为经，你那个也可以称为经。啊，所以经有五种人说，啊，第一个佛说，第二个圣弟子说，啊，佛学生所说的，第三个不是佛弟子，天仙所说的，鬼神所说的，啊，第五个是变化人所说的。但是这个虽然是五种人说，除佛以外那四种人说的必须要得佛的印证，啊，也就是佛点头没错，啊，这个就可以称为经。如果没有得到佛的印证，那就不能算数，啊。那么佛当年在世请佛印证不难呢，啊，现在佛不在世了，那怎么办呢？佛给我们讲了一个原则，这小乘经有三个原则，叫三法印，与这三原则相应不违背，佛都承认这是佛经，啊，跟我说的没有两样。这个大乘法里面有一法印，
这个发印的，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印很重视啊，就是政府发布公告的时候一定要盖上大印啊。那么这个公告的内容是不是比如说台北市政府的，是不是市长自己写的，没有关系，只要那个印盖上了，那就是市长所颁布的啊。那么佛法也是如此，佛贺三法印就等于是佛颁布的经典，我们可以信受奉行。三法印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无常，第二个是无我，第三个是涅槃。这是小乘经所说的，决定不能违背这三个原则啊。大乘佛法里头只有一法印，叫实相，叫诸法实相啊。所以这个大乘法印比小乘法印讲的更合理了，可以说完全没有增值啊。实相是事实真相啊，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佛说的是事实真相，你说的也是事实真相，那怎么不是经呢？那跟佛讲的没有两样啊。所以大乘经所说的是诸法实相，我们这是大乘经，这个里面所说句句话都是真实的啊，决定没有虚妄啊，都是说的事实真相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第五段。第五段呢是给我们鉴别定善两门啊，这个是本经教给我们修行的重点啊。什么是定善，什么是善善啊。善导大师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讲的很多，很清楚，希望同学们呢多多的看几遍。在这一段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要特别提醒大家。第一个是这一个法门什么人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人可以修学，当然这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啊，想想我有没有资格接受啊，我有没有能力修学这个法门呢？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得很明白，他的解答了在第十二面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啊，说谤法于无性，拔难即非人，此等不受也啊。哪些人不能接受这个法门，不能够修学这个法门呢？第一个是毁谤佛法的人，第二个是不相信的人，
三个是具有拔难之人，这个拔难呢，只要有一个就是障碍啊，这就是八种啊。拔难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里面包含着三恶道啊，三恶道修学这个法门很困难啊，他的业障烦恼很太重了，包括有长寿天啊，长寿天他听没有机会听到这个佛法，佛前佛后，这个世间没有这个法门，他遇不到。视之变聪，朦胧阴阳，这个都是属于八难。啊，他们障碍比一般人多，接受比一般人困难。但是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在谤法与无信，这一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掉它。我们信佛真信了吗？这个常常说啊，念佛的人很多啊，往生的人不多啊，这一万个念佛的人啊，真的能往生也不过三五个。你要问什么原因呢？不信呢。那三五个往生的，他为什么往？他信啊，他不谤法难啊。我们说这个。说这个是非，说长短，批评道场，批评四众啊，四众是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啊，常常在一块聊天啊，不知不觉的就是是非长短，这叫谤法。几个不谤法的呢？有老太婆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问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个人不谤法。所以往往他们修行啊，能遇至实至啊，站着走坐着走啊，为什么他不谤法？他真心啊，我们有意无意当中啊，都在谤法，不知道啊，不觉得啊，还认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啊，都是正确的啊。六祖常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我们六根接触的都是世间过失啊，啊，牢牢记在心里啊，时时刻刻在评论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对于往生是很大的障碍啊！还有这种念头，还有这种行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真正想往生的人，善导大师这一句要特别牢牢地记住啊，决定不能轻易看过。哎呀，谤法于无心，我没谤法，我也信，我不是无心，那是你自己的标准的，不是祖师大德的标准啊，不是一个公正客观的标准啊，是你自己定的标准，那个不行啊，必须要有很公正客观的标准啊，这个才行啊，可见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啊，很难做到啊。那么这是说明不得往生的。那么哪些人能往生呢？大师告诉我们的这段文在第十三面第一行啊，从最后一个字看起。一心信要，求愿往生，上进一行，下受十念，成佛愿力，莫不戒往。一心没有二念才行啊。还有杂念，还有妄想，还有是非人我，还有名闻利养，那就不是一心了。这叫不能往生啊！所以要真正求往生啊！这个真正求往生非常重要。我们无始劫以来啊，在六道里面这个生死轮回的状况，我们不知道啊。想想这一生，从我们出生一直到今天，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心里头有没有平静过？有没有真正得到安乐过？纵然得到了，你能够保持几时？刹那流转了，这个刹那流转就是眼前的轮回呀，轮回里头又有轮回呀。苦不堪言啊，没有机会处理，没有能力处理。今天遇到这个机缘了，这个机缘是无量劫无量劫当中难得才碰到一次。我们这一生有幸碰到了，碰到了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厉害得失，把这个机会当面错过，那实在讲是太可惜了啊。你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机缘，不知道到哪一界哪一生去了，这个是实话了。遇到了，佛教跟我们放下万缘，我们就真的放下了，这才叫幸福了，真放下了。为什么呢？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缘都是六道轮回的缘，你不放下，你就离不开六道轮回啊！必须把这个通通放下，我将三界六道舍掉了啊，这个佛七里面呢，主切寺常常说的这口头禅呢，放下身心世界，啊，提起正念，这检测人的，啊，不要把这句话当口号来看呢，啊，这话是真话了。一心
啊，一心心，一丝毫都不怀疑。要是爱好，这个要就是愿啊，信愿，我喜欢西方极乐世界，我喜欢阿弥陀佛啊，念念希望我能早一天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要啊，啊，求愿往生。这就是欧耶大师所说的，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这个信愿就是此地的一心信要求愿往生，就这八个字。你具不具足？你真有这八个字，那你是决定往生。生到西方世界，品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底下讲上进一行，这个一行是进行受啊，我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念一天佛啊，我这一生决定依靠这个法门，依靠到底，决定不改变，这就对了啊！不要想到看到参禅的人又想去参参禅，哎，看到学密的人又想去念咒啊，看到学戒律的人又想持戒，那你的麻烦就大了。啊，不是其他的法门不好啊，任何一个法门都好。专就好，杂就不好啊！不能修杂了，不能修乱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进行受一生就修这一个法门，决定不改变，决定不动摇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上，在中国外国都有啊，有提倡禅净双修，还有人标榜禅净密三修难啊，实实在在是难啊啊，三不如一啊，一心成念啊，这是上等的机会。你早年遇到这个法门，哎，你这一生修修。下受生命，下是什么呢？是缘分极少的啊，下等的缘分，他在一生当中没有遇到这个法门。都临命终时才遇到这个法门啊！这个时候他善根现前呢，他遇到了就能信，他就能愿，也行。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啊！当然那个功夫就少了啊，他念的少了，功夫念的少了。哎，念的少，为什么能往生呢？他那个时候念的那个心呢，专心恳切，那个力量效果比我们平常念佛这个效率要大啊！因为我们平常这个心呢，没有他那么恳切，没有他那么专啊，所以他念的虽然少，有力量。我们念的多是散乱心啊，心力不集中啊，所以念的虽然多，还不如他念的少啊。这可见的是功夫浅深不同啊，
称佛愿力。那么这种发心、发愿、修持，都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阿弥陀佛以本愿威神加持你，你一定得生。那么这一段里面特别要紧的就是哪一种人能生，哪一种人不能生啊？我们必须要清楚。那么底下呢，大师在这个文里面告诉我们，善的与善善，他说得很清楚。在第十四年，帝王三福九品名为善善啊，那在这个第四行，我们从第四行看起啊，从第四行那个大业底下，从日观下至十三观以来名为定善。它这一共是有十六段的，有十六观的。前面的十三观是定善，三福九品是善善啊，就是十四、十五，啊，这个两章里面是讲的这个九品，啊，那么这个是属于三善。底下呢，为我们说明。定善跟善善的差别在哪里？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定善都是属于正行啊，不是助行啊，不是说这个定善是正行呢，善善是助行。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这不是善导大师的意思啊，他这两种都是属于正行啊。可以说是正中之正，正中之足，这样讲法可以，都是正行。经文里面有说，这是维提西夫人提出来的，教我思维，教我正受，这是维提西夫人向释迦牟尼佛祈请修学的方法。思维正受啊，都是属于定善啊。思维是思想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刚才跟诸位说过，这个一定要记住，一真庄严这四个字包括西方极乐世界的全体啊，包括阿弥陀佛从最初发心到成佛正果以后建立西方世界普度众生，都在四个字里面啊，这个不可以疏忽的啊，不要看到这四个字一正庄严哦，正报就身相很好啊，很漂亮，一报我们环境很好，那就错了了，那你这个看得太窄小了啊，太窄小了啊，要从他发心起啊，发心修行啊，求学的通通都包括在里头。
么正受呢？这就是修定啊。所以他这里解释正受啊，在第一受无念第一行啊。我们从前面从十四念最后一句念起，正受者想心都息，名律并亡，三昧相应，名为正受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几句话就是弥陀经里面讲的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就是正受。无量寿经虽然讲没有讲一心不乱，只讲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啊。那个一心称念呢，虽然不是明显的讲一心不乱，意思通通都有了啊，只是程度上有浅深不同而已啊。也就是藕益大师所说的啊，功夫浅深不同啊。所以这个一向专念呢，那个一心呢，一心呢，注意一个方向呢，专注在这个方向呢啊，这样的称念才有用处啊。所以这个才是三昧相应啊。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正受啊，就是心地真正得到安稳，真正得到平静啊。这个平静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啊，清净心、平等心现前，这个平静啊，这个是念佛三昧现前啊。那么在本经经文上非常明显，维提西夫人所祈请的呢，是确实都是属于定善，善善没有人请，而是佛无问自说啊，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因为维提夫人没有祈请三福，也没有祈请九品，三福九品呢是佛在此地自己说出来的啊。那么下面有一大段，这个第六大段，这一段呢很长，也非常重要啊。对我们同学来说，因为我们道场多年来啊都是专门宣讲《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因此大家信心可以说是相当坚定。如果是初学，或者是曾经涉猎过其他的经论，俗话说先入为主啊，听了很多人的意见呢，再听听佛在这个经上讲啊，免不了起了疑问啊，起了疑惑。这个疑是修行很大的障碍啊，这个很重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的根本烦恼啊。我们要建立信心，一定要断疑生信啊。古德看我们这一部经确实不免有看错的地方，
啊，所以善导大师在这个开示里头啊，劝我们呢要相信佛的话。菩萨所说的，如果与佛讲的有出入，我们都不要听，何况菩萨以下的呢？啊，这一个提醒非常重要。啊，这个话呢，他在此地说过两遍呢。啊，就是重说，那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开始了。这是和会经论相违啊，就是特别给我们断疑建立信心啊。这个疑问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古来的那些祖师大德说的，都是很有声望的，在历史上很有地位的这些大德，他们把经说错了，这个麻烦大了。那善导大师为我们一一来辨别啊，指出他们错在哪里啊，而且大师也是引经据典，不敢说，我自己说，那这也许我说错了啊，举出经典来做证明。这个里头有六段啊，第一段里面在第十六面倒数第三行，以注思解者啊，这就是从前有一些法师们对这个《观无量寿经》的解释啊，解释这个三辈，说上辈三人，我们把它念念，念上上者，这个上辈里头，上辈有上上、上中、上下啊，有这个三等。上上者是四地之七地以来菩萨，这个地位就高了。这何故得知呢？由道彼即得无生法忍故。这些人呢，是因为看到经上有这个句子，他就判定这个上上品往生的是四地到七地菩萨，他们往生的才会到那个地方去证无生法忍呐。说上中呢，是初地至四地以来的菩萨，啊，这个都是登地的大菩萨了。这何故得知呢？有道比经一小节的无生忍故。啊，从这个上判断呢，他们是初地到四地的菩萨。这个上辈下品的，是种姓以上初地以来的菩萨，何故得知呢？由道比经三小节实入初地故。此三品人皆是大乘圣人圣位啊。我们换一句话说，从古大德来看，上三品呢是三贤十圣去往生的，那我们凡夫没分呢？再看中三辈啊，此举中三辈注释云：中上是三国人，何以得知呢？有道彼即证阿罗汉果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证了四国了，那当三国嘛，他不证四国了啊，所以他就断定了。这个中平上生的是三国圣人呢，回小向大啊，去往生的啊。中中者是内凡，何以得知？有道彼得须陀洹故。啊，须陀洹是小乘出口啊。中下者是世善凡夫，厌苦求生，何以得知？有道彼经一小节得阿罗汉故。此之三品为是小乘圣人等者。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说中三品啊是小乘圣者啊，从初果相
到三国圣人，这些人呢，混淆向大求愿往生去，这就是说明这个上辈中辈啊，凡夫没分呐，下辈三人是大乘实学凡夫，这就是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这个三品，随过轻重，这个过就是罪过啊，每个人造的业障不同啊。分为三品，共同一位求愿往生者，到这一句，这个是注思所说的啊。从前一般话是说的，后面这一句，这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未必然也啊。他不同意那些人的说法啊，为什么不同意呢？他有道理啊。所以在第二段，借以道理来破啊，这个来说个道理，说明绝对不是大乘菩萨、小乘圣者，不是啊，这个第二段基于道理来破。我们看十八面第一行，上言，这个上言是前面讲的，就是注思所说的初地至七地以来菩萨者啊，说这个才是上品上生的。下面大师就告诉我们，如华严经说啊，这是用华严经来解释，初地以上七地以来，即是法性生生，变异生生，四等曾无分断之苦。这个分断就是六道轮回这个身啊，没有这个苦啊。论其功用啊，已经二大阿僧祇劫，双修佛慧，人法两空，定是不思议神通自在，转变无方，身具报土。常闻报佛说法，悲化十方，须臾遍满。这个须臾呢，就是刹那之间，他就能够分身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他有这样大的神通能力，更有何事？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忧虑的？还要借着韦提希夫人祈请，哦，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这回事啊，这讲不通啊！啊，一思文正注思所说，岂非错也？啊，这是不无大德了，把这个文看错了，我们要晓得啊。那么他在这一大篇里面，将这个上三品、中三品，根据佛所讲的这些道理，一条一条都把它揭露出来，说明古德看法不能成立。那么怎么才是正确的呢？他在结论上呢，为我们开导啊。各位翻开第二十名，看第一行啊，第二句看起，这个是他老人家下的结论。然诸佛大悲于苦者啊，苦者是指谁呢？六道众生啊，六道里面呢，最苦的是人道以下了，那人苦啊，魔鬼畜生地狱苦啊，这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特别怜悯六道当中最苦的这些众生，心偏念。
常末众生，这个六道里头头出头没，生在三善道，就好比头啊撑出来啊，像人掉在水里面，头撑出来啊，呼吸一些空气，在一个跟头就栽到水底下去了啊，就都要去灌水受苦了。这个三善道啊，就是水面，三卧道是水底，头出头没。明念常末，常常啊堕落的三恶道，这些众生是以劝归净土啊，所以开这个法门，这才是真理啊，这是先从道理上来驳斥古大的看法错。下面一段呢，再从九品这个经文里面反对批驳他们啊，希望我们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心才安的，信心才坚定的啊，不至于受古人的这个说法的影响。古大德讲这些话的人，给诸位说，都可以说是有修有证的、啊。有修有证尚且把他看错了，现在这些人如果不深入经藏，细心体究，错误决定不能，那个麻烦就大了啊！要负因果责任。